主席各同仁，请叫一下主委来。有请孙主委。啊，那个主委啊，我来考考你几个数字啊。好，数字。这个我们今年编列的这个预算大概是1.4亿啊，这个要更换这个所谓的这个卫星的这个包括这个机上盒的这个部分嘛，对不对？那大概是更换的这个户数大概有几户？101年是要到3000户嘛？102年是43290。43200户嘛，对不对？对。所以你1.4亿啊，这个一亿左右了哈，反正1亿多，大概是40000户嘛哈、啊。但是你在原民会在7月14号在原地发声节目里面表示了哈，原乡总收视是75000多户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做过调查啊？这个我们原乡部落里面呢、啊，说看有线电视的有多少 ，MOD 的有多少，然后这个使用卫星的有多少，有没有做过比例的统计？有没有调查？有调查，报告员啊，有吗？那个数字来，我是不是请处长？啊，那你要知道，你要注意啊，这个我只讲一次，不讲第二次了，来。好，谢谢委员。在原住民地区，除了那个供电以外的收视的那个讯号之外，有线电视的民众大概是52.3%，然后中华电信 MOD 大概是11.5%，嘛，对不对？那啊，其他的供电的这个部分有多少？供电的部分就是有47000户，四万七千户啊，对，啊，那个主委啊，是啊，原乡总收视户是75000多户啊，那。你52%是使用有线电视，所以就扣掉3万多户，对不对？那你这一个11%到10几%哈、哦，那你再扣掉再将近10000户啊、哦，所以你35000多户扣掉，45000多户扣掉，那你其他怎么算？也大概是2万3万户而已啊，对不对？包委员，是不是这样？来，不然怎么计算？委员，对不起哦，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7万多户里面扣掉47000户的，还有3万多户，这里面有52%是用有线电视，11%是用中华电信 MOD， 所以是扣掉47000户之后的比例。所以，总共总收视户是几户？7万户嘛。对。那7万户里面，你再把它扣掉，扣4万7000户之后，你扣掉以后，对，还有两万多户里面的比例是这样子。那你大概50%使用有线电视嘛，对不对？是啊，10%几%是用 MOD 嘛，对不对？是。那其他呢？其他用什么？其他就是用传统的无线的那个过去类比的那个无线数位那个在收的。对。所以这一个主委是按照这一个数字来看呐、啊，好，按照这个数字来看，这一个假如啦，哦，我们今天委员会排定的议程是在讨论数位电视，那我们今天假如说这个主委你也认为说这个数位电视也要争取嘛，对不对？是。那这个啊、我们立法院也支持嘛，我想朝野不分党派大家都支持嘛，对不对？那假如通过的话，你这个1.4亿，你今年编列的这个有关换碟的这个部分的预算，那不是又重复编列都不拆借钱吗？是不是这样？不会啦，因为我们这里一方面呢、哦，我们现在所采取的这个机上盒所选择的这个系统哦、嗯，是将来在转换的时候还可以使用的。那、现在是因为哦，我们对那个如果102年这样的这个转换的机制没有建立的话，就会有那种断讯的危险。所以我们是两简单讲了哈，所以就简单建构一个无线电视台，你只要时间大概3年的时间啊、哦，那你现在编列啊，大概这一个1亿多的这个。有关天线供电的这个部分啊，换作一年你就是这个花了3000多万，啊，小小的料不会，到时要搬的大概个修起来，是不是这样？主委是不是这样？还是用也用供电，然后也用无线电，这个数位无线，是不是这样？这样变成这样，然后一台电视里面装2个盒子，不会啊，就一个盒子嘛，对，是不是？我请处长来说明一下。谢委员，我们今年准备要更换的那个机上盒是，它具有两种功能，它一个也可以收卫星的信号，也可以收数位无线的信号。所以说，在目前假设数位电视有没有还没有拉到数位无线频道之前，我们可以透过卫星的方式，也是透这个盒子来收。那未来假设数位无线频道建置之后，原民地的家还是同样用现在目前这个机上还是可以同步来收那个数位无线的信号，所以这个机上盒是同步可以收两种讯号的。那个主委啊。
我看你们啊，从96年开始委托公广集团之后啊，你们采用因为朝向数位化，这个原来是公广集团的一个规划嘛，对不对？对对。所以你们当时也配合公广集团编列了有关这种摄影器材设备用 HDV 的这种规格嘛，是，对不对？是。啊，你们编列的这些预算用这种规格的一个方式啊，可是你们这个数位电视台，你们圆明会又没有啊。所以你买这些器材，花了大概1000多万的这种数位的这种啊录影设备，哦，这个不是包含罗汉的最大在吉罗布时空的问题了哦。委员，你也知道公股事故条例，所以这个就变浪费啊。你现在也没有，我们到目前为止也看不出来说我们圆明台哦，这个未来朝向数位化的一个规划的一个启程啊。主委在这边也没有宣示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往这个方向，那一直往这边方向，数位电视台。你看你编了，其实这个事情啊，包括法制面啊，哦，包括这些我们在政策上面的变化，我想很多的委员都了解啦。而我们原来的那个方向也是这样啊，我们甚至在方向你都不猜忌，你就没有决心要做，都在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跟 NCC 有关申请这个数位频道。会，刚才 NCC 的处长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一些方法了。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新的董事会成立哦，本来就要积极的赶快再去做磋商，无论是人事或者是这个部分一定要去做。这个主委啊，包委员，你这种哈，每次哈在这边都讲，然后出去外面啊，这个碰到我们院长就矮一截，对不对？哪里有？那在申请这个没有这个事了，没有这个事了。他比我高。那主委我问你了啊。你认不认为说这个原住民数位电视台对圆明会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非常重要，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基本的权利嘛。这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转向数位是未来潮流嘛，对不对？是非常重要嘛，对不对？是。好啊，那主委，那你怎么替我们原住民朋友争取数位电视台啊？你不是很重要，很重要就结束啦。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我看不出来你认为很重要的成立。我一直这个主委都一直觉得很重要，一直。磋商，而且有很多的，像包括圆明台它的何去何从的事情，这些牵涉到背后很多很多，比如说他们的人事的变化，现在因为它还在公示，很多的法上面有一些不是啊。现在因为我们的这个新的董事会出来哦，它的位阶也是由院长来去任命的，所以将来这个部分的这个沟通应该会更顺畅的。这个主委啊，我真的是看不出来，你说你认为很重要的诚意啦，你表现的这个力道，跟你在这个跟你实际上在做，真的是差很多了，落差很大了。不会啦，这个不会，很认，我们在这方面是一直都一直在努力。好，那主委，接下来我就叫你电视台这个基金会的这个事情啊。是。那我也希望董事长能够一起上来，那个董事长，这个我们当时在9月27号已经做了一个决议哈，来。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决议啊，就有关这个执行长的人事啊，不可具有这个政党背景的人士来出任执行长。这个决议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有这个决议？董事长，你知不知道？还是你主委？这个人事到底是谁？我知道啊，但是我本来在规定里面，如果当了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当台长，他本来就还有执行长，他本来就应该离开。如果他有党职，也不能做。如果是要参加政党的活动，也不能参加嘛。对，这个本来好，那台长也一起上来。台长，啊、台长是已经这个1月4号要召开这个董事会的这个审查，这个董事会来通过他的人事案嘛，对不对？那这个董事长已经提名了嘛，对不对？这我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即将接任执行长的台长了啊。你之前在竞选国民党部区域立委的时候啊。你曾经把你的这个党证贴在你这个脸书上嘛？那别人在质疑你说你挂党证是不是宣誓效忠国民党，对不对？那你怎么打的？你当时是怎么打的？鲍委员，我必须承认，脸书当时以为是比较私人的东西，但是因为公司的主管还有媒体业界的朋友也向我提醒，其实那个只放了一天，我的脸书就从此就关闭到。不是，我现在问你，当时你怎么回答人家的嘛？你怎么回答的嘛？其实就是这样的回答啊，人家问你说你要不要争取不分区啊？你说我这个空军下士啊，小兵没有机会吧？那挂党证是不是宣誓效忠政党？你说啊，我也不能说没有。那这个字面上，我假如没有曲解你的意思，没有，我没有说没有，就是有啊。
对，你就默认啦、啊、对不对？郭委员，一年多以前的事情，我想现在会比较。对对，你现在这个党籍是什么？你现在的党籍？我现在的党籍应该说从当兵的时候就是国民党。那我问你呢？那你现在是不是宣誓效忠国民党？我应该是说，我出来工作是以服务原住民为。对对对，那你现在是不是宣誓效忠国民党嘛？其实，宪法不管有没有选举，你是不是宣誓效忠国民党？不管是宗教还是政党，我想是宪法保障人民个人的自由。所以你的，我尊重你个人自由啊。对，我是尊重啊，我没有强迫说你不能宣誓效忠国民党啊，对不对？但是你这个担任这个工作，我今天就要问你啊，你担任这个工作，原住民这个基金，这个我们原文会基金会执行长，你有没有？你是不是还是对政党宣誓效忠啊？这会影响到我们国会审查预算啊，会不会？报委员，其实有关人士的任命应该还是由基金会的董事们对啊，这个独立自主去判断，而且主委啊，所以你还是宣誓效忠嘛，你也不能说没有宣誓效忠国民党，是不是这样？你是我再请教一下这个我们台长，是不是这样？其实我想从年轻做这样的选择到现在，应该是说你还是一样宣誓效忠国民党，一个责任感吧。你的责任感，所以你的责任感基于责任感，你担任执行长，你还是宣誓效忠国民党，是不是这样？我没有设局给你跳啦，我只是问清楚啦，你的想法啦，你以后努力的工作的方向啊，你的立场啊，是不是？是不是啦？坦白讲，委员，是不是啦？政治的这种选择或权利，跟真的在工作专业上面，应该要切得很清楚。要怎么样？要切割得很清楚，切割得很清楚。所以呢？所以怎么样？如果我是一直以来从事媒体工作，本来就是要以媒体的专业为主。对，那当然。所以我再问一次，你只要担任原民会原文会的执行长，基金会执行长，你是不是还同样宣誓效忠国民党？我想，如果原文会正式聘任的话，应该是以原文会的工作职务为主，那里面就会有他的一些规章制度在，是我必须要遵守的。对，啊，所以你要讲清楚，哦，我没有在设局，你应该要讲清楚，说我担任基金会执行长的时候，我就是退出政党活动，不受政党干预，对不对？坚守这个新闻的这个自主，跟这个我相关的这个行政的一个中立，你应该这样宣誓啊，对不对？要问你说你是不是宣誓效忠国民党，吞吞吐吐，对不对？还跟我扯什么言论自由，什么信仰，什么宪法保障什么？对不对？你担任这个工作，担任政府的工作，你就必须退出政党活动，这是当时委员会那个要求嘛，对不对？所以你应该要这个国民党的长官或上级长官这个交代的时候，你就要讲得非常清楚，义正言辞嘛，不是这样吗？对不对？好，主委，那我再请教啦，对不对？跟我们董事长这位先生，不管是在这一个采访主任人事的一个更迭啊，或者是说在过去啊，他在这个未来恐怕啦，哦，我看他这个政治这一条路，也许以后是我们立法院的同事，但是他这一个政治啊，他也好像也还放不下，好，哦，你觉得这个适任吗？我现在跟你讨论他适任的问题，来，董事长跟这个主委啊，你一定问过孙主委啊，对不对？你们两个好朋友啊，对不对？没有啊，要乱讲，没有，不相信我，哎，我当然不相信你啊，哎，来，好。报告委员哈，谢谢委员的关心。那有关执行长的人选，其实我征询了非常的多人，非常多人，那都是媒体方面的专业了。那我个人也在通盘的考量之下，所以才决定邀请马少台长来担任这个执行长的职位。不过这个还是需要我们董事长。有没有人推荐这个台长？有没有人向你推荐？有没有立委跟你推荐？报委员没有，都没有。没有政治，那你去中研院担任这个助理研究员吧，有没有人帮你推荐？包委员没有，都没有，没有立委帮你推荐的，啊，应该你不能说谎哦。包委员，有没有人帮你推荐？这个审聘的那个程序完全按照我们中研院的这个聘任的规定。好啦，这个我坦白讲啦，我现在问这个是很直接啦，哦，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因为我担任我进入中研院之前，哦，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有数啦？我在这边也不继续再追问啦，哦，这个主委跟董事长，哦，你知道吗？这个圆明台当时啊，刚刚李俊毅委员念了几个数字，哦，怎么 call in 节目怎么样？我们国民党籍的孔文吉委员从去年，哦，我不是针对个人啊，哦，总共圆明台啊出现139次，简东民129次，廖国栋88次，
高金素梅72次，陈颖51次，啊，这个郑天才46次。你知道，啊，从2月开议到现在，本席在圆明台出现几次，你知道吗？诸位，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因为我出现一次都不我出现一次。啊，以后多邀请你啊！我们这个，你们刚刚节目通告啊，这个我要今天要咨询你，这节目通告就寄给我了，对不对？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你不知道，我刚刚要上台咨询，就收到你们节目的通告，今天要邀请我，对不对？可能知道我要问这个节目，你知道我们这个谁，姚文智委员出现几次？这个我不知道呢。啊，你有三次啊？三次比你给我的资料说你出现一次啊，段宜康委员一次，李俊毅委员零，我猜你看到你要猛干呢？对原住民事务那么关心，这个主委，你看这种政党比例的这个那么悬殊了，在处理新闻这种处理方式了。因为我们几位原住民的立法委员有六位了哦，他们关心很多议题。不是这个，你不能用这个，你不能用这种原住民立委有几次了。这个，因为你刚才你在开会你也知道啊，原住民的立委的预算我们都比。甚至比政党立委还关心呢，对不对？失业率的问题、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我们民进党也相当关心呢，对不对？但是你出来是不成比例啊，会拿去参考了，以后应该是会也会。原住民电视台啊，不是这一个我们执政党的公关电视台啊，去大陆就去跟拍啊。也没有，然后这种出现这种都不成比例，对不对？用跟拍这个话就太重了，因为他本来几乎就是选举的竞选广告的在跟拍一样啊。对，高金有没有？高金好像没有，哎，那差别大家差别，对不对？所以我才在今天跟主委讲的重点是说，我认为这个台长去担任我们这个基金会的这个执行不是，从他过去之前，这个从他过去担任的这种。包括他的这个政党的背景啊，哦，包括他所在这个圆明台在处理，包括采访主任，刚刚李俊毅委员所提的圆运的这个部分啊，哦，在国民党的这个我们在委员会里头啊，哦，做成冻结预算，逼迫我们这个圆明台啊更改这个节目，我们台党全部都买单啊，甚至到最后连这个制作人、采访主任啊都被撤换。委员刚才，哦，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示范，台长都已经做说明了哈，而我觉得那个说明也应该有表，主委他有说等于没说一样了，我都有说了，哦，有说等于没说一样，接受而已嘛。这个我想不是我们不能接受，是社会大众都没有办法接受。委员，这你什么节目调整，什么更改，什么监督内容，结果你就是撤换一个采访组的组长，你就是屈服于政党压力。委员，对不对？按照他的职，所以主委今天的问题是在这里。哦，从我刚刚在讲的这个数位电视台到这个台长的人事人选，主委，你这是屈服政党的压力。坦白讲，我不会啊，你自己都已经被内化成说你这个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啊。你每次都揣测我的想法，我不会揣测你的想法，就我讲的都有凭有据，啊，对不对？就没有人事也改，节目也改，不播是改，节目也不播，我都没有去干预，从头到尾。所有的这个比例，政党的这个比例啊，你自己回去看一看，对不对？我看过了，看过都没有检讨，看过。这个怎么检讨呢？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需要跟专业来邀请。这个主委，他们现在都听到了啦。我不跟你争执啦，不跟你争执啦，尊重你啦。谢谢，但是不会改变我对你的看法，除非你做一些事情让我。我还是会一直尊敬你啦。我也还是一样尊敬你啊，你改变我不会改变啦。要改变他的不改变。好，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好，郑委员，那个主委请求上一下厕所。好，我们休息一把尿的时间。
我已经。